东宁姐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 CGTN 主播快问快答。Hello there and welcome to Global Watch on CGTN. Half of the migrant workers residing in dormitories have had COVID-19. And also, what were the reasons that made them take the unprecedented step? 你用一个词总结你的2020年。我的2020年就是忙碌。我觉得整个国家的2020年给我的感觉就是感动。这一年让你印象最深的网络流行语是什么？我2020年听到一个新的词儿，叫你爬山吗？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后来看了隐秘的角落才知道。那这一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则新闻是什么？印象最深刻的新闻就应该是在武汉封城期间的各种新闻，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感动是最大的。那这一年受疫情影响，有没有想做但没能做成的事？本来想去塞班，已经定好要去塞班旅游，但是后来就只能出境游都取消了。那过去一年有没有因为疫情反而做一些平时没有办法做到的事？有一种形式就是我主持了一些线上的论坛，以前论坛都是现场的，但是今年有不少线上的论坛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形式。那这一年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的报道经历？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主持人因为有的已经在境外了回不来，所以就特别缺人，特别缺，只有5个主持人在家里播音，所以整个最深印象确实比较深刻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5个人连轴转。什么感受？除了累，对，累肯定是累，但是那会儿因为大家都是在一种众志成城的一种状态中啊，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状况，你会发现众志成城这四个字真的不只是口号。那2020年你觉得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去给那个就是有听障的这个儿童，去号召大家捐款，募集募款，然后呢去帮他们做这个耳蜗。2020年您最常用的表情包 emoji 是什么？有两只猫拥抱，那两只猫拥抱的那个表情，特别特别温暖的那个表情。我觉得大家就是经历这个疫情或者经历这个变化，我觉得好像就是更需要拥抱，更需要温暖的这个感觉，所以我经常会给人发。每一次上直播都会很紧张吗？不紧张，这么多年了肯定是不紧张，但是我觉得敬畏是有的。那可不可以告诉观众一个关于新闻主播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？我觉得还有不为人知的吗？自己会回看主持过的节目吗？会的，会的。那上节目的服装是自己购置的吗？是的，是自己购置的。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吗？就还是新闻类的吧，就西装啊，像这种职业装这种类型的，但是又有一点点的辨识度的这种。那能不能说出3个关注 CGTN 的理由？棒，很棒，特别棒。您过去一年是否有看书？最推荐的一本是什么？是叫兰道尔三部曲。你希望您的粉丝如何称呼您？我觉得就叫东宁姐吧，虽然我已经到了东宁阿姨的年龄。今年的除夕准备怎么过？白天可能会需要上班，但是晚上会在家，然后就还是吃饭看春晚。啊，那最希望在春晚上见到谁？大张伟，大张伟，大张伟。新的一年想如何突破自己？今年的突破就是想能不能把幽默融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，和新闻报道风格当中。2021年新年愿望是什么？新年愿望就希望疫情能够快点过去，我们大家都能恢复常态。那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想对粉丝和观众说什么？爱你们，特别爱你们，多看 CGTN。 最后送一下春节祝福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天天快乐。 Wish you a very happy Spring Festival and happy every day in the coming new year.